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是本次环球之旅航班的机长杰里德，欢迎您乘坐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HS1220 航班，由中国飞往世界各地，全程预计飞行时间2小时40分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在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并确认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已调整至震动或静音模式。本次航班全程禁烟，感谢您的合作。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将协同机上8名乘务员竭诚为您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祝您旅途愉快。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CICE Airlines, HS1220, from China to other countries. I am the captain, Jared. The flight will take 2 hours and 40 minutes. We will take off soon. Please be seated and make sure that your mobile phone and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have been turned to vibrate or silent mode, and your seatbelt is securely fastened. Smoking in the cabin is prohibited by law.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The chief purser with all crew members will be sincerely at your service.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Thank you. Welcome to the 2015 CCNU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ew Year Celebration. Hope you enjoy the show. 今天的盛会是由华中师范大学留学生管理办公室和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主办。采由表演的采由节目表演的留学生来自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国家，很多表演都是大家一起，大家第一次见到，一定会非常精彩。是的，那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莅临晚会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王恩科教授。还有李孝农教授。来自湖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安徽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湖北中医药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的领导和来宾。华中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卓斌教授。以及校内的领导和嘉宾。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尊敬的马书记、李校长、各位来宾、各位老师、亲爱的留学生同学们，大家
晚上好。今天是10月20，距离2015年的新年也就只有10天的时间。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盘点今年所做的工作，谋划新一年的目标和行动。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学校向全校从事留学生工作的全体老师和工作人员，向在校留学生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我校留学生事业继续蓬勃发展的又一年。今年又有1100多名留学生来到我校，我校留学生的规模达到了2830个名，再创历史新高。我们的留学生来自148个国家，留学生生源国留学生数量、学位生比例同步增加。族裔文化、宗教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更加显著，留学生的国内学术、文体、公益活动更加活跃，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推进了我向国际化向更深次发展。这些发展和成绩离不开你们的付出，离不开你们的支持，我在此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为我校国际交流和学校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同学们，看了今天世界之旅文艺晚会的精美节目单，看着具有国际风范的身装打扮的你们，我知道今天晚上你们美丽的青春要在华师的舞台上绚丽绽放。我们的观众将乘坐桂子山旅行飞船，在你们的引导下遨游世界各地，我们一起期待这样一个精彩的晚会。最后再次祝愿老师们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事业发展，国家繁荣，同学们学习进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也预祝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圣诞节和新年也马上就要到了，在这里的话也提前祝愿大家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谢谢大家。听完激动人心的鼓声，我是越来越兴奋了。别急啊，好玩还在后面呢，我们已经在赤带附近的热带地区了，下一站也是相似的热带风管，看一看你猜不猜得出来是哪。哎，我看到了乘车的大象向我们行礼。好啊，让我们乘着飞机越过印度洋，前往东南亚的泰国，感受泰国的舞蹈给我们的热带风情。掌声有请。
真的是太棒了，你赶快告诉我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我先卖个罐子，你看就知道了。哦，那我很期待啊。接下来请欣赏由哈萨克斯坦美女和法国帅哥为我们带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差不多
这些国家吗？啊？
海泉的没有了。那别担心，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那里去欣赏他们的跆拳道表演了。有请。Thank you.
棒了，不过我很担心时间不够，还有很多地方我们的飞机没有时间去。这个不是很难设，接下来的歌火舞蹈传少绝对嗨翻全掌，让大家眼花缭乱。这么吧，我可是迫不及待了。那就让我们来一起欣赏歌火舞蹈传少，有请。
谢谢各位同学带来的舞蹈双超，实在是特别特别精彩。马豆，你知道吗？我们的印度尼西亚除了景色很美，还有舞蹈也很棒。是的，而且印度尼西亚的美女特别特别多。哎，言归正传，那话不多说了，接下来让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印度尼西亚的同学们为大家带来的三分舞蹈，有请。Yeah.
赏了这么多精彩的舞蹈，我也想听听好听的歌曲了。是的，你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Exploring the World， 环球之六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各国不同的风格的表演。你想要的环球之旅全都有啊！接下来大家期待已久的歌曲传唱，我们不一一介绍，等他们开口，大家自然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有请。Swear up.
achas que eu vou alguém. Nossa relação morreu, por culpa sua. Quando sinto a rua, solidário como a lua. Sei o que dizer, minha bênção se eu vejo assumindo. Faz o fim do mundo com amor peito e profundo. A cabeça dói, sem saber já estamos juntos. Já andamos juntos, já dormimos juntos. Esta relação morreu por causa da sua estimação. 4 anos de namoro estamos juntos, vão e vão. A pensar em mim pelas palavras que me dizias. E era como que fazia parte da sua vida. Mas tudo pra mim, a mulher da minha vida. Tudo que eu queria, meu amor fazia. Pensa bem, antes de ir embora. Não se esqueças que eu fui bom homem para ti. Para ti, eu não vejo que essa relação morreu. Não vive mais nada entre nós, entre nós. Pensas b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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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es de ir embora. Não se esqueça, não.我有个遗憾，刚才去泰国的时候，怎么没去越南呢？不要紧，下一站我们马上就要去越南了。真的吗？那我要好好欣赏一下他们的舞蹈了。请欣赏越南舞蹈，越南，我的家乡。 Thank you.
我当然知道，好像还有一个中文版唱是怎么唱起来的，就是随他吧随他吧，哎呀别唱了，难道我唱的难听吗？你们觉得呢？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到美国去了，去听听现场版的 Let It Go 表演吧。请欣赏来自美国的林云同学为大家带来的歌曲 Let It Go。小品找演员，wait.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赞美都啊，嘿赞美都啊。大家别笑我唱的难听啊，我这个算好听多了，真的，我听过比这个难听100遍啊。上个星期啊，我们公司招了一个演员，正好当时要出去给人唱歌，我问他，你会唱歌吗？不会啊，唱个小事儿哎。我就带他一起去养老院去给老人唱歌，当时总共底下坐着7个老头子，然后大家嗓子，他嗷一嗓子昏过去6个，剩下的那一个呢就是院长。然后院长那个老头子呀，哎呀，拉着我的手不松开，那个老头子好有劲儿啊，真的，他就马小帅呀，大爷这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你带他走吧，有多远你们滚多远。结果呢，我们还是被赶走了。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我今天是想通过面试来招几个很有才的演员。我看尤老师，是您哎，哇塞，您可是中国五大美女之一啊，要不您来参加我们面试，说不定您可能上我们的，当我们的女主角呀。不对吧，那是院长吧，院长，哇塞，好多年没见面变得这么帅呀，哇塞，您要不要，您也要不要试试啊？不对，您是当时的中国版的杜教授，现在已经 out 了，现在应该不需要您了吧，不好意思。你看现在到几点了，招演员的广告都贴出去了，怎么一个报名人都还没来呀，真是的。大家好，你们知道吗，我毕业的新年，我的同龄朋友有的买房子，有的买车，有的结婚，有的结婚离婚再结婚，有的当爸爸了，我听说好像有个同学快要抱孙子。我呢，我还没找到工作呀，不容易吗？我肯定不容易。今天我是来参加面试，我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呀。嘿，不，马豆，你是来自玛丽的那个马豆，来，离我远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你的消息，你这几年都跑哪去了呀？你这个号码是不是一直联系不上啊？哎，你记得我们在中国留学的时候一起度过的美丽的时光吗？离我远。哎，马豆，你这样都没变，你还是年轻。是的，我刚刚听你说，你说什么美丽的时光？你疯了吗你？美丽的时光，你当时是怎么对付我的？你不记得吗？你当时是怎么对待我的？你有多少次欺负过我？你竟然说美丽的时光，怀念我了。今天是来参加面试的是吧？你还是走开吧，滚！这个面试你肯定不会过。哎，马东，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就跟我翻脸了？哎，你还报什么仇呢？我们以前不是好朋友吗？过去的事情不就是过去了吗？哎，你隐藏在这里干嘛呀？我们以前不是好好的吗？哎，马东，我求求你啊！哎，马东，哎，你还记得我们以前不是好好的吗？哎。真的，我求求你，我真的不容易，我这个面试，我真的我等了好久，你还是给我个机会吧，我求求你啊！大家好，真的不容易，真的。毕业了10年，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已经参加了差不多200多面试。不理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我的最后的面试，找不到工作，在家里睡觉吧。面试
是我，马东，马东，那是我。别动，别动，干嘛呀？你怎么了？这是，哎，你是是我吗？看到吗？电视广告好，太有钱了。你还远一点，阿东是阿赞，你是人渣哎！快远一点，我还想在那个面试。对，你是省面试官是不是？就是。啊，通过了吧？通过了呀！你做白日梦去啊你？哎，他怎么了？你认识我吗？是啊，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呢。你是不是认错人？你是我的同学。什么叫同学？我什么时候见过面了？上次我借给你20块，别还给我，不记得吗？谁给你20块？是啊，是啊，你的脑子有问题，你的脑子进水了，知道吗？啊，算了算了，我来面试吧。大家说我漂亮不漂亮？所以呢，我一定会当明星。何大力，来，哎 ，stop， 你又变态了。后面有男朋友。哎，还得有男朋友？哎呦，马东，等等，你现在到几点了？你才来呀？我在这里等了半天，你现在才来干嘛？还是走吧。我刚才太紧张了，去方便了一下，没想到迷路了。方便了一下是什么意思？哎，你这个韩语是怎么学的？来，住过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方便一下什么意思？不知道。人家盯着了，来不及吃饭，这里带方便面。不知道那个面，拉面，方便面不知道。不是，难道不是吗？哎呦，你这两个笨蛋，你们的汉语是买方便面的教的吗？不是，你们我们是。喂，你们是来面试还是来干嘛的？面试。认真一点。怎么了？往后退，认真一点，面试马上就要开始。我们需要的是演员，我们今天要来考你们有什么才艺，不管是随便什么才艺都行。所以第一个环节是抢答题，要看你们谁的行动最快，谁就有机会被录用了。你们有哪些才艺？我来。好好好。看你这么激动，你应该很有才艺。干嘛那么快呀、啊？来，你有哪些才艺？不给我们辛苦、啊、对吧？我不知道，你说你不知道，那走开，下来。不，好，行，好，我会模仿。模仿是的，真的，那可是我们需要的呀，演员就应该学会模仿哈。来，哦，外国学生上大地，我喊点外国学生。哎，叔父，我要当法师。天哪，你法师啊，法师知道，好，开始。然后咱把那个归将军说，外国的。你这个太无聊了，你只能模仿四字吗？太无聊了。我再模仿别人吧。你还会模仿啊？你模仿一下，好，来，你们模仿一个人来猜猜是谁吧，好不好？好，是一个老师，是啊，好吧，大家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他要模仿的是哪个老师？我要换房间。换房间？你是 PhD 吗？不是老师，不是，我是本科生。本科生？走。我知道是谁。知道了。哎，我在拿华师的4年里，一直暗恋着春楠老师。可是他周围的美女老师太多了，我害怕没有安全。我在这里啊，讨厌鬼子，这是什么文化？你看关你弟弟这个算什么才艺呢？这不算才艺啊，你有什么才艺呢？那是个来抢，不会啊，再给大家看。
我什么都会，我会踢足球。你以为这里是操场吗？好，算了，我会那个绕口令。绕口令。什么三里儿，什么太极拳。哇塞！哇塞，这小子好厉害哎！来，我先来个三里儿吧。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这个太短了，你看，没反应吧？男学生、女学生、男女学生、生男女。哇塞呀！还会。绕口令我也会。来呀、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哦。你还说？还有那个太极拳，那个太极拳，太极拳我也会。太极拳啊，那可是中国文化呀！好啊，来呀、啊！现在你们外，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都应该会练，但是我们外国留学生有可能有几个有新的学生一些没有练过，我给大家练一下。喂，其实我的太极拳有点特殊啊，要向我学习好不好？好，一个大西瓜，一个大一道，姐差两半儿，姐差两半儿，一半给你，我不给，一半给他，后悔，你不要，这个小气，是，我换给我，你也不要，赶快拿出来，好、哦，谢谢，算什么太极呀、啊？太极拳，大家给你鼓掌就算了吧，我也就说。很棒吧，不过你的绕口令这些特别特别棒，要不我来个魔术吧。还会魔术啊？来呀、啊、你不能用彩怪知道吗？哎呀，少废话好不好啊，来，哎，你能不能把，你说你会魔术是吧？是的，我会魔术，把这个熊矮变成高富帅。我把他变成高富帅是吧？我想一想，这个我有可能做不到。为什么？ 你说我把他变成高富帅，那以后追求他的美女是不是越来越多呢？哎呀，怎么办？认识你这么久，真没想到你也是个色狼哎！还不如把他变成白富美。要不我来另外一个，来，好。看一下我的手里面什么都没有，都是红的啊！你看一下，哦，这是什么？真的假的？你摸一下。真的吗？真的。好臭！相信相信。怎么了？这是你嫌它臭是吧？那要不把它变成没了，你信不信？算了，来。好厉害呀、啊！我把他先编没了。真的？哇！塞，太棒了！这个小子太棒了！太神奇了！什么太棒了？我也会了，过你，我也会了。要过你，你也会会啊！真没看出来耶！会呀、啊！好来，我来说，把力把力，想靠想卖，把力把力，想靠想卖。你以为你是？在卖什么东西啊？酸了，好，臭豆腐，臭豆腐，长沙臭豆腐。毛泽东亲自吃过的臭豆腐。哎，停！什么叫半粒半粒先靠小麦？什么长沙？人家让你绕口令，你也绕口令，不是买东西，好不好？算了吧，算了，我们不需要你，我们不是卖东西。为什么？算了，不，下台！不，再给我一机会。什么机会啊？给我唱歌，我会唱歌，我会唱歌。大家要不要我给他机会？算了吧，你可以唱歌，但是你只能唱特别的一些歌曲，就是跟中国文化有关的一些，比如说那个京剧可以吗？京剧你会啊？哇塞，都要唱京剧给大家听啊！京剧啊！你请进啊！喂，你快点好不好、啊？我看你这个拉链还没拉上呢。爱恨
认识？是吗？人家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啊！唱歌？哎，你这是在干嘛呀你、啊？马杜，唱歌是？你是唱歌是吧？哎，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在九米，你知道吗？进去。刚才我听你这么说，我就是想给你面子，知道吗？我不想打断你。我现在我忍不住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你这是你唱什么什么？京剧再说。哇塞，原来是京剧啊！是。我告诉你啊，你不仅破坏了京剧的形象，你就是违反了一条法律规定。法律。我告诉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局环境噪声标准规定》，早上制定的那个标准是45分贝。你这个嗓门太大了，你会造成噪音污染，你知不知道？你还是算了，别唱了。你要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上次录的我们录的那个演员是把老读者晕倒，这次要是录用你了，真的会连院长都没有命哎。你还是走吧，真的没办法，真的。不，机会已经给了，你还是走吧。马东，等一下，马东。我什么样子管什么叫马东？马东，再见。谢谢你，谢谢。哎，还是我来吧。还是算了，真的。哎，秘书官，我还没有表演，你怎么评价我？好吧，你来。但是千万不能像大哥这样唱歌，好不好？哎呦，放心，我会像他一样逆中唱歌，我要朗诵诗歌。朗诵诗歌呀？是啊。哇塞，来呀、啊！好的。我的祖国，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疯狂陨落，暮色苍茫，任凭风雨掠过。时代脊背浸住了一万年的桑层，从容不迫。我的祖国，大河奔腾，浩荡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漩涡，激流涌进，洗刷百年污浊，浸淘海浪，排挤峡谷，用气过多少命运的颠簸。哇塞，太棒了，太棒了！你是太胖了，太胖了。我有那么胖吗？你别听他，你别听他胡说，你别听他胡说。其实啊，说实话，我看到你的证件照之后啊，我以为你就是我喜欢的那种易如肥臀的女孩哎，可没想到你就这么说我哎。不过算了吧，我们还是要录用你。因为你的表现特别特别棒，谢谢。面试结果已经出来了，已经结束了。我们第二个要录用的人是一个帅哥的名字叫人渣。谢谢你们，这么开心的，连差点就变成200元了。你不录用我是吧？不好意思。我们只是要两个人，你不及格对吧？刚才我不是表现的差不多吗？你表现的差不多，但是你表现的没有他们好。还有，我没有录用你的原因是，就不仅仅是那个，而且法律方面你一直在讲什么法律什么法律，你以为我们这里是法庭吗？告诉录用你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我告诉你啊，你录用这个美女我会理解的，反正她是个女的。但是这个小伙子何必呢？刚才他不是年少苦练多年不出来的吗？哪比我强啊？你说呢？说你太不公平了，你太不像话了！我告诉你，能不能讲讲道理？我的决定果然是对的。他太臭了。好像我听你提到法律这两个字是吧？哎，杨师，其实我不想说了啊。但是我看结果怎么样，你不录用我还是必须把话说清楚，必须把事情搞清楚。你听我说啊，刚才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人家是不是偷偷的交给你个红色的东西？本来没有录用你真的是有理由啊，你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怎么这么差呀？人家给我红包，马上要过春节了，这你都不懂吗？红包是吧？是红包了，红包。你是不是他的孙子？还用说吗？你是不是他的爷爷？
我看你们一点都不像了。我告诉你啊，你违反了法律规定，知道吗？法律？哎，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6条，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你们就是违法，你们就是犯了行贿罪。我的红包还给我！法律，我的红包，快点！工作你不要了？我不要！你滚！找工作，出来努力，不管什么才艺，想成功，出来你就努力，不要选择。大家听见没有？我们，大家听见没有？刚才我的朋友说的没错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包括工作、学习，我们都应该靠自己的努力，不要通过走后门之类的不合法手段去办事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一样的道理，成功是不能从上面掉下来的。是的。我现在真的没有脸抬起头看我的老师们，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我只有一个忠告要给同学们，你们不管在学习中或者在生活中，你们要加油，要努力，不管是什么事情，你们千万不要放弃。你们别指望你们在未来会遇到像我这样的面试官，因为像我这样的面试官只有在喜剧里才会出现。你们加油吧。那差不多吧。大家新年快乐。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塔吉克斯坦、蒙古、美国等国家的同学为大家带来表演。No me hagas ser
是有南美洲的。瞧，你着急了，我刚才准备告诉你我们要飞到去巴西了。太棒了，巴西同学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精彩的表演，掌声有请。Balançando a pança, e buzinando a força, e colocando a massa.
tínhamos parado no avião. Por quê? Porque hoje tu tá preso, tu tá preso, tu tá preso. E agora eu vou falar os seus direitos, hein? Tu tem o direito de sentar, tu tem o direito de quicar, tu tem o direito de sentar, de quicar, de rebolar, tu tem o direito de sentar, tu tem o direito de quicar, tu tem o direito de sentar, de quicar, de rebolar. Você também tem o direito de ficar caladinha, ficar caladinha, ficar, ficar caladinha, ficar, ficar caladin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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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Ficar caladinha, ficar, ficar caladinha, fica, fica caladinha, caladinha, caladinha. E agora desce, vai, vai! Desce aí novinha, desce, desce aí novinha, desce, desce aí novinha, novinha, novinha. Vai, vai, vai!精彩的舞出表演。
长过千年岁月成龙，炎黄滋生多少英雄，开天辟世震恶龙中，长江黄河血一样浓，珠穆朗玛峰笑傲苍穹，万里长城气吞长空，泱泱大中华谁与争锋，而且还会跳中国歌的舞蹈。你是不是说的是小苹果？是的，没错。不过这次的小苹果呢，还有些特别，你待会儿看了就知道了。那就让大家一起来欣赏吧。
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呢？你当然听不懂，这是萨摩亚语你好的意思。说起萨摩亚，听说咱们院的萨摩亚的学生能跳舞能唱歌，其实呢他们的舞蹈非常非常好。那你今天可有缘分了，接下来萨摩亚的同学为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舞蹈，掌声有请。That's right, I'm
这一路走来，我们收获了很多，欣赏了许多美金，也认识了许多朋友。是的，在华师这个大家庭里，我们每个留学生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你说的没错，我们爱中国，我们爱华师。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歌曲演唱《We Are the World》。